好，哎，我们也谢谢老师，老师还要讲什么话吗？我还有谢谢一个，我很帮忙我的，真的，今晚上的全部的节目 ，OK， 我先声明申请 ，NG， 我真的感谢你今晚的全部全部的插座，连全部的学生都很支持他，很帮忙他。所以不会这么劳累，他不好意思出来了，来，我很感谢他，这一点他幕后什么东西都是他在叫学生帮忙，连我很感谢他今天的，我也是希望你们多多要支持我们，我在后港叫了蛮多班，如果你们。要知道我在哪一班，我们有写下来给你们知道。OK， 我很感谢你们今天晚上。所以今天不是他给我 kiss， 是我给他 kiss。在这小妹哈，谢谢大家那些服务生跟工作人员，谢谢大家的合作，今天的辛苦，从下午开始跟昨晚没定到现在，这些工作人员都很合作，配合的都很好。在这，因为我也很谢谢这些RC 联络所这些 Chairman 的支持，我跟我的老师，尤其是在座 David 这些，谢谢你。派区的也有啊，派区是 Heidi、Robin， 还有 Robin 啊，还有东 Mr. Lee 东转，我们的Lee 东转呀，谢谢你们。还有这次呢，我们是为我们的老师，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别一点，我是双身份，所以我们这次是以为了老师庆祝这个生日，是希望他今年往后下来都是顺顺利利，都是很开心的过下去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给他谢谢，大家好不好？这一次祝贺他生日快乐哦！谢谢，然后我们会交给 ID 的哈，后面还有很多节目，后面交给我了。